恭喜时大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谢主持人讲，我今日对分流坐高铁到台北，啊，再搁看搁坐车来到宜兰。啊，照陈老伯咧讲，如果后摆我就会使高铁直接转个弯就到宜兰的啦，我就会很快就到。大家好不好？高不高兴？但是我无算远，后壁才较远。才有泰国、美国、日本，有六位的，有六位，有八六位，足侪足侪，海外转来台湾人，请你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甲欢迎。今仔日是1月9号，各位拢知影1月9号是投票的前两天，但是真少人知影，我是伫个旧年的今仔日。在中央东部宣誓上任我的党主席工作，一年，你算起来，你顶多是366天。这一年来，很多的喜怒哀乐，也有平淡，也有起伏，我都经历了。咱跟着咱前辈的脚步，到了即摆中央东部，1200位的咱中央东部的同仁。咱组成这个上盖精密坚强的选战部队，我们能不能打出一场好成绩？后天全国的人民要打我的年终考绩，这张成绩单相信已经在大家的心中。无论任何的结果，那都是这一年来所有中央党部、地方党部跟所有支持者。和平主进步党会当继续走下去的这个推力，我们在这再一遍向大家表示，在你们的感谢，谢谢大家。